会知道，哎，好像第二季又没有他，哦，一定有失落感。但是因为浩哥就是他会把这个放在很心里面。OK OK OK， 没事了，没事了，不会了，不会，没事了。反正我已经签约到第六季了，有六季，真的，你又在那讲话。